这是一个平常的日子，清晨时分，天空还没有亮起来，一辆载满报纸的摩托车正摸黑出发，在大街小巷里穿梭。在一户人家门前，派报人送出了今天第一份热腾腾的中国报。此时早起的人也已经刷新手机屏幕上的中国报网站，读取了第一则新闻。从传统报到电子报，阅读中国报一直是大马人不变的习惯。而为了成就读者日复一日的阅读时光，中国报多年来不断革新突破，力求与时并进。只是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，故事要从70年前说起。1946年2月1号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，由英军重新接管的马来亚半岛依然笼罩在动荡未明的局势里。这一天，由吉隆坡华氏领袖筹划多时的《中国报》创刊，为本地中文媒体掀开了新篇章。1984年，在一片经济不景气中，《中国报》陷入财务危机，被逼停刊，震惊华社。直到1986年4月，周氏家族接管《中国报》，沉寂8个月的《中国报》才得以复刊。复刊后，力求转型的《中国报》转为彩色印刷，把大马报业带入彩色缤纷的新纪元，报份也节节上升。迈入90年代，资讯发展一日千里，中国报正式抢攻晚报市场，成功带动民众阅读晚报的习惯。2007年4月23日，南洋报业、新洲媒体及明报企业签署合作计划，隔年1月，新集团正式取名世华媒体。一直以来，中国报坚持以精彩充实的内容，图文并茂的呈现手法，奠定了有大事件看中国报的口碑。这个赞誉背后是无数新闻从业员的心血。每天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件，转眼即成为本地读者餐桌上的话题。这中间的过程其实经历了采访、编辑、印刷和运送4大环节环环相扣。第一环节，采访写稿。对于新闻从业员而言，时间是他们最大的考验。采访线上，中国报记者本着新、准、快的专业精神，亲临国内外大事件现场，为读者带来最真实详尽的报道。第二环节，编辑排版。编辑台上，编辑人员一收到新闻稿件，立即着手绘制图表，构想标题，并在最短的时间内设计出赏心悦目的版面。第三环节，印刷报纸。印刷厂里为了应付紧迫的出版时间，中国报大刀阔斧更新印报设备，除了以数码化调墨提高报纸印刷质量，也以自动数报机取代手做套报工作，减少人力依赖。第四环节，派报上载网络。随着网络普及，中国报立即顺应潮流，毅然投入电子报和新闻网站的行列。新闻网站的出现大大缩短了新闻传播的时间，网络新闻视频更进一步突破平面媒体局限，增强新闻的真实和时效性。如今，中国报网站深受肯定，浏览量接连破新高。2016年8月，每个月浏览量突破4177万，成为全马最受欢迎的中文新闻网。马来西亚数码协会 MDA 在6月份公布的报告也显示，中国报是最多移动装置用户浏览的中文新闻网站。此外，中国报的手机应用程式 App 以及面子书粉丝页
也深受读者欢迎。因应传播媒介和阅读习惯的改变，中国报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成长，不变的是办报初衷，那就是中国报事事关心，社会新闻深入民心，民生课题独家抢先。多年来，中国报坚持贴近读者，一系列好康赠品、时下热门课题讲座以及全国大型户外活动，皆让读者满载而归。为了培育本土写作和媒体人才，中国报开辟学子投稿园地，举办作文比赛、写作康乐营，成立小记者队伍等。每年一度的年少情生活营也成了莘莘学子成长学习的大本营。作为民间喉舌，中国报不忘关注弱势团体，旗下的慈爱人间播出的一款超过1000多万令吉，为许多人重燃希望。从容的去面对明天的以后。创刊至今，中国报2度停刊，3次迁址，5度易主，任凭人事变迁、风雨飘摇，依然稳健成长。2016年，中国报迎来创刊70周年纪念，是读者的鼎力支持，推动着中国报不断跨越极限，是新闻从业员的自我鞭策，成就了中国报的革新改变。且让中国报与读者分享这份荣耀，并承诺在幻变的时代中继续求新、求变、求好。我就只能去闯祸。